大家好，现在是早上，我刚起床。就昨天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就在回忆我的学生时代的人生，回忆起来真的是印象蛮美好的。我相信大家心中应该深藏着一个青涩的爱情故事与一段很美好的学生回忆，又或者是你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生时代这些的回忆。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不管到国小、国中、高中，班上一定会出现的同学。第一个就是睡神，班上一定会有个睡神，他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睡。像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睡神，边罚站边睡觉就算了，他还边跑步边睡着。我记得他那时候跑步是这样。他就这样睡着了。然后呢，班上也会有一个每节上课都一定要去上厕所的同学。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么爱上厕所，其实并不是我们膀胱无力或干嘛，只是因为坐不住，你知道吗？像我就是特别爱运动，我就很喜欢到处走一走这样子。我们永远也会遇到一个对时间斤斤计较的老师。现在是3:58:29，我们在1分钟31秒就下课了。然后到了下课时间之后呢，王宇霞，我都还没说下课，坐下，你们班进度都落后隔壁班了。等我讲完这题，全班在下课。然后呢，还有一个身在云仙不知数的老师，全班都在睡觉或者是在台下看小说啊，会用手机的时候，他永远在上课，台上讲他自己的。班上呢，也永远会有一个坐到哪里都可以讲到哪里的同学。没有啦，那个王宇霞，桌子搬出去教室外面坐。哎，小黑，你怎么在这？这么可爱的，王宇霞。你要我说几遍啊？还有一个同学呢，是上课永远会迟到。最神奇的是，他每次升旗结束后，我就推突然出现了。那个时候上课能够看小说跟用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小缺陷了。然后当然还会有一个你暗恋的隔壁班的同学。记得那个时候没有 LINE 这种东西，手机也是那种滑盖式的或者是掀盖的，就只能打简讯。但是最常做的还是传纸条。第二个呢，就是作文。以前最常出现的作文就是我的梦想。我发现国小你最常看到的就是我要当总统，我要当科学家。但是我国小的时候比较奇怪，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记得我是写说我想要当云，因为当云可以扑灭森林的大火，拯救苍生这样。然后国高中时候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想当篮球员啊，想当厨师之类的，但是最常看到的还是老师跟警察。我还有看过一个国一的女生，她写说我要当贤惠的家庭主妇，不知道你成功了没？第三最难忘的就是你会有一群好朋友，或者是你最好的一个死党。那个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大家都一定要结伴去上厕所。女生通常都是两个一起行动，然后男生就是5、6、7、8个边跑边跳啊，然后走廊走去厕所。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在下课的前5分钟，我们一定要派人偷偷冲去球场，就算教室在4楼的时候也是。虽然常常因为这样被老师骂，但是就是很开心。再来就是教官，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教官？看到教官的时候，都嘛是严肃的脸，或者是奸诈的笑容。但有一次我是真的看到教官灿笑，就是他发自内心觉得好笑。我跟我朋友，我们走在教官的后面，然后我们就看到前面的学生啊，看到教官走过来，就鸟兽散啊，该跑的跑，该躲的躲，这样。那时候我们就在教官背后，我就边走。然后边跟我朋友讲说，教官狐假虎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教官很震惊，然后转过来说，皮带没系好。那次我真的快要笑死了，他有太多的趣事，真的说不完。那你们有什么学校的趣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还有跟大家分享，搞不好我们大家会有什么共鸣。因为我蛮想听听看你们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那剩下真的就是太多了，真的讲不完。以后我想到会陆陆续续再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就谢谢大家，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喜欢。谢谢大家，我是王狗，拜。